这个林浩卿，整日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倒腾什么。哼，既然都不告诉我，那我就自己查。哼，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还能有什么事比云和更重要？欺负我这个暴躁小蝴蝶，不可能。 这就是寒霜的解药。 思雨，林浩卿，当日演得够真呢。把解药给我。 交出解药，等于死。你并不清楚这解药代表着什么，与万花谷而言，比命更重要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你们父子的阴谋野心。林苍兰弄出的东西不都流于你手？林浩卿，你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把解药给我。若我一定要带走呢？ 好久不见，滚开！秦主，你来了。